刚才这个前跳的清泉，体现了成龙一个，对吧？老复制后玩家一个意识，所以说好像没什么大用啊。左边是拳皇98传奇玩家，来自湖北武汉的成龙，对战湖南衡阳的赖巴。哇，赖巴今天晚上非常生猛，他刚才是把小孩大口立成。三个人全部被他一个人打下去了，他现在来面对成龙，龙哥这一生气直接凹了大招了，这个大招凹的有点冲动了，冲动什么鬼啊，龙哥一定要淡定啊。不要慌，我觉得是不能被剃头的，你放心，以我龙哥的这个实力，虽然说现在比赛打的少了，但是这个意识还是能够弥补他现在一些经验上的训练上的一些不足。你看刚才这个前跳的清泉，体现了成龙一个，对吧，老复制后玩家一个意识，所以说好像没什么大用啊，但是意识还是体现出来了。成龙现在肩负着淘气队的一个大逆转的一个重任呢，他现在压力，对吧？大家可以感受到，赖爸这边简直是何池这边已经定好包间了，来吧，兄弟，好好打，海底捞都起啊！咱们来看这波比赛，成龙的麦卓继续在板边压制。漂亮下清给清泉再接两段手刀，再给赖巴一点血呢，也不够我龙连的。现在我龙现在看到对方的真克里斯了，打掉一个人那就是一种进步了。龙哥现在要发起板边的一个切防，好，这波没有防对，两段轻攻击马上确认天堂之门，这个技能叫做天堂之门啊。龙哥现在没有资源，很被动。龙哥被对方抓一个低头，压起跳吧。小跳清水，再接清泉，三段手刀之后呢，抓一个中上团。那现在手刀牵制，冲过去吗？这个身法太敏捷了。赖巴眼前一黑，直接啊被放倒了。还有一个大将大门。那现在本场比赛对于赖巴来说可以说是气定神闲，还有这么多队友在后面顶着他。火龙现在要加油，龙哥现在肩负着跑梯队大逆转的重任呢、啊、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过来我会打你，你信不信？你看果然是又是三连手刀，就是用这个手刀牵着赖巴不敢的近身，赖巴又中招了，这个精准的确认超杀带入了八连之后，赖巴的血量也是大毛狼所剩无几。龙哥投下盘清泉，打一个雀板，漂亮一跳三吧，哎呀，当他这个波发出来我就有点感觉了，这里要可能要震了。现在比赛是龙哥还有两管满血，绝对有血量优势。赖巴这边悬了，稳了。